这是一个很美，可以观看海浪的地方。你看，洁白的浪花，是因为它有拍打在岩石上面，才会这么漂亮的。来这边观浪的人也很多，你看这里这一位勇士，他就站在岸边等候着海浪拍打着他。你看，这是罗毅伦医师，这是湛龙师兄啊。在这座山的后面，就是雪梨飞机场的地方。你看，又是一波大浪冲过来了。